林老师嘞，我收到一台需要冷藏的笔电啊，在 PC Home 下订了一台笔电，结果黑猫送来的时候，箱子那时候摸起来就凉凉的，也有点软软的，就湿湿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拆封的时候我录了这一段。我是没开过吧？应该这个有被挤压过。是冰的，继续录。嗯，毕竟这台8万多块。怎么送来冷藏？这真的是冰的，我看。对啊，为什么里面冰的？冰的嘞？嗯？不是吧？是湿的嘞？湿的。那怎么是用冷藏车送？为什么是用冷藏车送？